啊，今天咱来到这个犬舍啊，给粉丝找一条法斗啊，这是专门养法牛的啊。咱刚刚给它看过了，该选的哪一条狗呢？这条，要黑尾巴的这一条啊，特别有特点。看到没有？就这一条是黑尾巴的，还有那里面还有黑色的，还有奶白的颜色啊。咱刚刚给大哥看过了，他说也看上这一条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英国狗吧？啊，是英国的吗？这不是英国，不是英国的，哦，应该黑色是英国，这是白色和黑白花是英国，这是两窝狗啊，现在又考能考着呢。这个狗做了2年育苗，现在就给拿走去给它发货啊，就这条。你抱在六尾巴，我看一下，这条啊，海盗眼看到没有？海盗小眼，你看看尾巴来，公的是公的吧？是公的吧？啊，公的啊，要的公的，看一下尾巴啊。这条是天津五星的啊，咱现在拿货给他发走，放电跑跑行吗？亮没？亮，但是我你放电，你跑跑看看，那跑跑有没毛病不？过来过来，刚下地啊，地上有点凉，地上有点凉啊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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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法牛黑白花的啊。得亮，1600下架的啊，1600给他下架的，你算是个捡漏的价吧？什么品相？谢光，你有个箱子没，美女？刚拿个箱子，给我装起来，拿个纸箱子装起来。一会发货的时候给他要穿那个衣服啊，要穿上衣服，不然的话有点冷。拿个箱子，这个外边就确实冷，外边得给他买个衣裳穿上。好酷啊！我就让把钱转给你，我拿的。行，你直接给那个谁不就完了？你说他不行啊？啊，你抱着。啊，对，你这啊，那也行。那现在在发货的路上啊，那给他给客户拿走了啊。现在在发货的路上，一会儿就到发货的地方了啊。那现在拿到发货的这边啊，打包好了给他发走啊。这边还有哈士奇、阿拉斯加犬。那里面有德牧啊，还有比熊犬，都准备发走的。